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彩彩，欢迎收看我的个人频道。昨天我在我的 Instagram 上面发起了投票活动，要大家投神户动物王国跟一个人的 KTV 哪个大家比较想要先看。然后结果很意外的是，一个人的 KTV 获胜了。我原本以为大家会比较想要去神户动物王国看水豚君之类的，结果一个人的 KTV 赢了，所以我今天就要去拍一个人的 KTV 哦。我在网络上查了一下日本的 KTV， 然后发现就是我在日本路上逛街常常看到的这个 logo。 我原本以为它是那种就是打小钢珠玩游乐场的那种地方的 logo， 结果原来它是 KTV 啊。然后我发现它在我家附近有一个专属只给女生使用的 KTV， 我觉得超酷的，就很想去看看。我在网络上看到它里面还有就是按摩机啊，还有电棒、离子夹，还有蒸脸机可以使用。我觉得我不去不行，所以今天就带大家去看这个2017年年底才刚开幕的女子专用卡拉 OK， 那就跟着我去看看吧 ，Go！こちらです。よろしいですか？顺利的一个人进来了，它里面的装潢超可爱的，是沙发。其实如果今天外面是比较空的状况，应该是可以选择房间的。它，我刚刚看它还有就是里面就有按摩椅的那种房间，超酷的。像这个沙发感觉就超舒适的，只是进来如果要上去这个木板的话要脱鞋子。因为它的设备感觉超酷，第一次来日本的。然后等一下要试着用这个东西点歌，我发现有这个东西耶，它好像是可以用这个拍摄，然后会照在这个电视上面，感觉还蛮好玩，就很适合女生一群朋友来聚会的感觉。这是什么？那我现在要去楼下，就是看一下这个，就是可以借离子夹，然后化妆品等等的，我去看一下那边有什么厉害的东西。
卸、化妆棉等等其他的东西是要去柜台接的，但是因为我今天没有想要用这些东西，所以就没有去接。那其他还有这种兼用的按摩器。只有这个女子卡拉 OK 才有的，超酷的。我想来点一个甜点吃。那这里点餐是用这台白色的机器点的，我来看一下。我想要，其实有点想吃炸鸡，可是感觉好肥哦。它有一个女子限定美女，你看一下，女子卡拉 OK 限定的美女是这样子的。
个小时，所以时间已经到了，整个就是超级不够用的。没想到一个人唱卡拉 OK， 我原本以为我可能唱半个小时我就会想出去了，结果很不够用，但是时间到了。其实这里也有很多中文的，只是我刚刚想说先唱唱看我之前都会听的日文歌，所以没有点到中文歌。可是其实有中文歌，所以大家如果来日本想要来个女子的卡拉 OK 聚会的话，其实也可以进来试试看哦。因为他那个点歌机里面是有中文点歌的，然后也有中文歌中文排行榜，所以我觉得很适合。如果一群女生一起来想要来唱的歌，来这个女子卡拉 OK 是最合适的啦。很紧急的把我的蛋糕吃完了，所以大家来的话记得多约一点时间，不然会像我一样有点赶。那今天影片就大概到这边啦，大家觉得怎么样呢？这个只有女生可以进来的卡拉 OK 很酷吧？觉得如果跟我的好姐妹们一起来，一定会超好玩的。但是今天就是进来体验一下，一个人来其实店员真的完完全全不会觉得你很奇怪。在日本一个人唱卡拉 OK 好像真的是一件非常正常的事情，我已经来帮你们验证过咯。那今天的日本女子卡拉 OK 初体验就到这边啦，希望你们喜欢今天影片，我们下次再见咯，拜拜。